13，继续丢死。14-14，继续丢死。15-15。这场比赛到底会丢到几分呢？不反手。17-17，不要急，丢死。哇！19-17拿下了黄双的胜利。如果打到10-10的话，还要再连得两分哦。好球！哇，结果10-10，要进入到 deuce 死了。必须要连拿两分才可以拿下这场比赛。不要急，下来再推。叶慈玉的发球，哦，这个球爬过，哇，进球，出界了，出界外，蓝的，又拿到了赛末点的机会，正面正面，看得非常胃痛啊，黄轩帅一波，前姐强调黄轩必须要帅一波，啊，结果发球失误，继续丢。不要正手，往正手站一点，爬过去 ，Lucky Ball，Lucky Ball 人品球，不要怕往前，怕什么啊？队友赛末点的机会了，12-11，正面，慢一点，眉毛慢一点哦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双方都不想失误。慢一点，非常多拍的来回。慢一点，哇！杨梅这个回击出了界外，让战线持续下去，12-12。哇！结果回击挂网，从蓝队起来再打。好球！哦，双方的速度渐渐加快喽。很多拍的来回，结果慢慢进球出界，13-13，继续 deuce。不急，非常动态来回，要压吗？到位到位，耶！王之曼，王之曼，好球！哇，结果王之曼这一球挂网，14-14，继续 deuce。站住再打，正面哦。三温暖。哇，发球失误。给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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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队的慢一点站好，机会黄鸿轩的发球，好球，结果出界，15-15，站前一点，刚刚阿梅看了一下小杰的指示，好球，这球打得很刁钻，这个落点太难。不分俗称的差别。包，你很厉害，慢一点接正面。真的是边线了。很强，没正面不要急。红队的赛末点。这次回到了慢慢的发球。哇！好球！慢一点哦，球起来再打。哇！结果互相都挂网。对，
17-17，不要急。球起来再打。哦，加压！红线。三分球的机会再次回到了蓝队身上。我们呢？这场真的太精彩了。正面啊，二。吴志曼发球，又是小豹的接，发球，哇！19-17拿下了混双的胜利，在3战2胜制的比赛，蓝队是2-1取得了桌球项目的胜利。还是要沙发，还是要攻击呀？叫你抄，叫你抄，你不抄。我等了半天，八十五，有了，只有2分都抽到了。对啊，最后2分的他都抽到，很好，真的很棒。回去我们还有对黄队，我们还要再加油一下。好，谢谢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来，我们就来喊一下。来，各位，上队！平常我们都还是会杀球之类的，可是因为在赛场上，其实我们还是就是有时候比较保守一点。在双方不断来回的时候，自己也感觉到这场比赛好精彩哦，因为觉得哇，那个分数一直在往上，然后好像一直比不完的感觉。